在下，怎么有喘气声呢、啊？到底是谁啊？这么恶心！拿到羽毛啦，我终于找到攻略，要不然我只会永远卡在那个地方。其实我没有找到提示诶，为什么？正常来讲会有提示的，可是这群鸟也不算是提示的问题。梦吗？对啊，如果这样讲真的，如果是那群鸟的问题，奇怪布娃娃有它作伴，其实也够了。可是刚才那一关，我怎么想都想不透。原因就是，好吗？他如果是一开始早晨讲的那个鸟的圆桌的问题，那应该是转桌子而已。可是我连钥匙都没有拿到，所以讲真的，那个是怎么破的？我如果之后有拿到讯息，我再跟大家讲。对，装着干掉的颜料。空掉的花瓶，我看一下我有花吗？你要盆栽吗？不要。好，石膏做的人台，它应该对我无害。地板还有东西吗？干掉的颜料，干掉空罐的颜料。好，没有东西了，那走吧。9月10号应该是9月。今天我修剪了花园，他们说植物可以使用，可以使心情平静，所以我今天待在温室里。多余的枝芽吧，我没念错的话是枝芽，会影响到整株花丛的健康，所以有些要剪掉。虽然是剪掉，长在瓷砖。你的草也必须清除，否则蔓延后剪掉。为什么？哎，红色的波斯菊虫，再过10个月就会盛开，为什么要等10个月啊？算了，他应该是没有耐心等待吧？那我现在能干嘛？先走这边吗？哦，有蚊子。你一个一个在你身上，一个埋在不合群的手下，一个埋在打了红叉叉的地方，一个在走廊的玛丽·安东尼的背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身上不合群的手下，手下面，什么意思？没有门把，不知道怎么打开。像这一个凹版，我要去哪里拿这个石头呢？好，不过至少有进展了。我以为我回不来了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回不去了。那我身上有多什么吗？我来看一下。还是没有，还是一个朴素的铁钥匙，写着右手。那我看一下这边用什么东西，这边还是一样是过来这里。其实我没有看懂他们的意思，空的鸟笼。讲真的，我没有看懂他们的意思。不过没关系啊。哎，方格子，以前有这个吗？1、2、3、4，工程说明就讲过，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底下的那个跳房子。那我现在能干嘛？哎，我不应该从这边回来的，我应该从月之门那边进去的。我走回去一下，可像就白天了，你看，白天什么都没有。
这样也过不去，那边的东西也拿过，羽毛也不能拿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有被改过文字？而且啊，他每一次都改了。亲爱的日记，今天我整理好房间了，没有太多摆设，但是采光非常理想。窗帘是我最喜欢的红色。现在我了解人们写日记的原因是记录或保存自己的生活。我可以抱着这与这本书交谈的心情下笔，而不是旅行一种疗程。现在一切都令人安心，特别是他注视着我的眼睛，很少人愿意这么做。希望这一秒持续到永远，玛格丽特。哥哥来了，就快来了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追到这里？我没有对他说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为什么会追到这里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！挖个洞，藏了很深很深的地方去。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，躲起来！没了，他是不是有被改过啊？而且那个上吊的那个地方，你看这里，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啊，算了。这里还是过不去，好好好，反正只要从太阳之门出来就变成黑色，从月亮之门出来就是白色，不知道。可是问题，说是这么说了。也没什么特别改变了，我只知道我有碰到那个，可是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太大的效益。可能我理解能力不好，所以我可能还要再走回去。有什么改变吗？这里注意，生动注意，我知道啊。先保存第二个吧，约秘密基地，然后与伊丽莎白不可进入，被堵住了。铲子又不给我挖，明明铲子就稍微敲一敲，那些东西就碎了。算了，他说不行就不行，那我还能讲什么？这里能下来吗？我想从这边下去也不行，我让水退掉一半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这边凹进去的，我也很想说应该有东西。啊，我去借，我拿铲子。如果这是 Minecraft， 就可以拿铲子这样一直挖，一直挖，挖挖挖挖。好了，我把水回调至中。可以看到一颗洞，但是我想说底下有一个洞啊，的确是啊。好，问题就是伊丽莎白你可以跳得过去吗？他跳跃能力应该没那么厉害，所以就算了。我进来这边我也不知道能干嘛，这边也没什么，无形的尸首吗？这是解谜，但是半悬疑模式的 RPG 前天网挖锁住了，缺小耳机。猫咪抓住了伊丽莎白的钥匙串，这里缺少的就是金。他抓住我的钥匙是这个吗？我身上有哪里有钥匙串？这把钥匙太细了。可是，好，有头绪了。但是我怎么把金镀上去？这才是重点。我当初融了它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镀回去。OK。这是什么？是猪血的蛋白质，是猪肉。